谢谢秀秀秀。我们是一体，等一下。链儿扣一下，滑了，滑了，滑了！好久没玩梦魇了，都不知道怎么杀人了，这都。真的，好久没玩梦魇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杀的落手了。他好猥琐呀，但我应该死不了。我们永远存在于曾经、现在以及未来。你到底要干嘛？没完了是吧？我们空前绝后。螳螂怎么搁这不走了？他怎么还搁这待着呢？你到底想干嘛？他们构成了无法接受的风险。回家吧。我先来个皮牌，来把长剑。那小鹿都把他那野区都反飞了，都野区全没了。出现了一条小径。不是，那螳螂还没走啊？应该不能吧？应该走了吧？他好猥琐哦。那螳螂打也打死了。哎，你咋这么猥琐呢，兄弟呀、啊！你要干哈？那螳螂打野自己打死了，你们发现没？不知道你们发没发现，反正我发现了。这回是谁中的呀？啊，还可以啊。我们是一体的。他把闪现交了是吧？上波。
我们永远存在于曾经、现在以及未来。那他把闪现交了，这波他又死了。要滑了就可以。我们应该是有点无敌了啊，1550。我好像打不过这防御塔，算了吧，这波不拆了。不让拆就算了，我的好兄弟，我们回家了。OK， 无敌了，兄弟们。我在回血，你在干嘛？回到原点，不追了，爱来不来吧，这不用管他了。我也不知道这螳螂来干嘛来了。二好像确实是差点，不行。我们解脱了，出现了一条小线。他应该是跑了。哎呦啊！螳螂咋过来的呀？狼了一波啊！薛飞是小狼了一波。我有点看上他那双 buff 了。螳螂无敌了，螳螂无敌个屁，他是个屁。他没有大，你去打他去。
你不去，我就杀了泽拉斯去了。你早不上，他右边来人了。塔拔了，2100，差点全哎。在这挡一会儿泽拉斯啊。这应该是全死了，我们就不去了。再把中路的线给他推过去，然后泽拉斯一会儿还得出来，我们再杀他一波。嗯，把红打了。这波我们应该是够呛，人有点多，来个木印吧。哎呀，这咋这么老些人呢？20秒到，机器人跟女警我还没杀过。我好想要他的双 buff 啊。哎呀，烦死了这落手。就一直在那搅屎棍，我是杀这落手好了，其实我就应该把这落手杀。省得他老搁后边瞪我，先把他杀了，杀完以后回头再杀德拉斯。不过这波他没有闪现了。
雷闪现，找奥泽拉斯。人儿为什么没了呢？让我看看，人儿没了。出现了一条小径。算了，谁也杀不了，发个搅屎棍。为什么拽你爸爸？为什么？上路两个，中路一个，我们下路带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他们家应该不会无聊到过来抓我，确实很无聊。我们该去休整了。我们等了如此久，这泽拉斯人怎么都不见了呢？找不到人。他们的存在是个错误。别急啊，我们主要是杀的泽拉斯，别着急，就找他妹子，这波指定不出来。我一上吧，就老是三四个人搁他旁边。一会儿这玩意儿不好杀了，下边他有闪现该怎么办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别杀他了吧，那能行吗？他发音书我不杀他。他发音书我必须得杀他呀，我不杀他我杀别人有什么用呢？关键他旁边老有人，一整就三四个。给我追来！你看旁边老有人就很烦。这女警干啥呢？你不杀他，他杀银叔。25层，你能让他那么开心的25层吗？那肯定是不行。打吧，假装走了，这波不走啊，在这个位置等一下，看看谁过来。要是就落手一个人，把这落手杀了。但现在肯定是不可能是他一个人，旁边指定得有个螳螂什么东西的，在这等一会儿。
我们永远存在。差不多了，可以飞了。红发球。这怎么打呀？怎么好痛哦？打我好疼啊！我得来个夜印之风了。那一炮轰了我800多，两下两炮，一炮400呀！19层，我估计他不一定能走。这波我不杀了泽拉斯了。1800。他旁边老有人，我要一杀他，那旁边那人指定就把我杀了。那机器人烦死了，那机器人怎么老有人呢？我得来把无尽了，我这一凑。开中吧，差个春哥，最后来个春哥就行了。龙魂了啊！神之道在召唤。龙魂怎么办呢？哎，硬飞吧，没办法，我试试看吧。还行，把龙抢。我的目的就是龙，而不是人儿，你知道吗？这波我们就是去拿龙去的。他们家没有打野。我们现在只能单带，我就打团去，他们打不过，守下中吧。
这中路人都没了，我都不知道带该不该带，我都有点害怕。等一下啊！还行。我刚才其实犹豫了，我应该飞他的。我直接飞他，他们家应该是节奏就会断。把你一顿。哎，这人是真他妈得多呀。你在干啥呢？人家都完事儿了，都下路都把我杀完了，你在这蹲着干嘛？你给你抓了，你不死了吗？没有眼儿吗？插一个，插个眼儿，再插一个。完了，空大了。当我飞出去那一瞬间，已经回不来了。他连沙漏都没有，其实我很好飞死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含羞蓓蕾还得死，你看着啊，他们没来。这个晕还可以啊，一定要杀女警啊，前面还有个落手呢，基地能守着不？看了看这狐狸也没办法，没有虚居环境，他不是没有虚居环境，你说他们选的这玩意儿了，选个小鹿打野，一没有用，二不右，上去一秒就跪。人家洛克萨斯之手虽然说是人家崩了，但是最起码人家能有点用，缺位还能有点伤害，还能右一点，你打吧，至少不是说上去顺死。他选的破玩意儿了，一点用也没有。那狐狸呢？两炮就没血，也上不去。前排就我们一个，剩下一个这个什么玩意儿了？这叫什么？勇铁少女，也没啥用，冲也冲不上去，没有用。我一上去冲人家泽拉斯五六个人搁后边等着我，机器人我打不死。弱手我打不死，我也想杀个女警，那我就得死。还有个螳螂，伤害还得高。来点伤害吧。整的我都打不动这玩意儿了，现在。
中期我犯病送的泽拉斯，哦，我犯病送的泽拉斯。人家家泽拉斯十级，我们家狐狸八级，跟我说我犯病送的人家。哎我操，这落手1000块钱。我们当得如此之久，湮灭。换个大破甲吧，最奇怪的现实，换两个穿甲装备。出现了一条小径，鞋可以换个攻速鞋。攻速不够，打赢了，可以啊，能不能一波？我们空前绝，别打大龙了，直接试试能不能一波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费点劲呢，好像20多秒。15秒。哎，不一定哦，好像可以一波。可以啊，好像能一波。我都没想到拿下了。